陈豪好少更新社交平台，不过喺佢老婆陈一眉嘅社交平台就可以成日睇到佢哋一家嘅生活照。呢日 Amy 上载咗阿毛同三个仔女打网球嘅相，留言话教练 Moses 带三剑侠去打网球，等佢有啲私人时间去健身。其中一张相个网球飞紧去影相嘅 Amy 度，阿毛就露出惊讶表情，相当搞笑。睇嚟佢哋都过咗个开心嘅家庭日啊！